好像很好看，我们来走走看吧。好啊。哇，图书馆变得好大哦。真的耶，以后我也要常来看书。饮料放在指定的地方，不可以带进来啊。真的，我忘记了。不是图书馆的书也要放在指定的位置哦。没错，只有图书馆的书才可以进图书馆哦。我要还书了啦。哎，看不出来你还蛮爱看书的嘛。把书放回去就好了。放回去。对。还书一定要先交给教育志工妈妈，经过电脑确认才能完成还书手续，都可以自己把看完的书放进书柜。捡到一张借书证，好像。